人影华夏文明2022壬寅年寅月26号华夏文明辛丑年腊月24日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法不可思议，融入华夏文明的智慧，揭开人类从过去无始劫来的妄念，回到一心止观，从我们的禅定念佛三昧回到禅静双修三运行。感恩我们的老师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感恩我们的净土六祖永明禅师，我们在台东，也就是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宇宙地球，逢来先导，所有的神仙佛菩萨所祝福的一个宝岛，也就是从开展葡萄牙、西班牙从欧洲指名为福尔摩沙，也就是现在人类集体去追的，真正的进入到人类灵魂扬升的净土福尔摩沙台湾。华夏再创佛法彰显三宝，十万亿国度形成的十万劫的阿弥陀佛，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不请自说，为这个世纪，为这个新的世纪大宇宙开展的新的佛果，新天新地，新的文明，新的智慧，新的佛国降临，逢来先导，福尔摩沙台湾佛国正式台东太麻里地道曙光永明佛寺。我们透过供佛，现在是二十灵斋，我们所有的常住法师以及我们的优婆塞住民，也希望今日我们透过从行住坐卧就可以找回觉知觉醒的智慧了。感恩一切平安，一切如此的悉达多伯达那，南无阿弥陀佛。